是我，老师关注你点好了吗？然后我们来跳舞了，大家的星星，然后直播时通知点一下。这是短裙的感觉，这是还是短裙性感是吗？短裙有老师的感觉是吗？我们先来跳我们的第一个舞。我找一下我的音乐，找一下我的音乐，记得音我放在这边的。偏一点情感色彩的舞，它如果是那种嗨曲的话，就会劲爆一点。
你是吴三桂，吴三桂，吴三桂，吴三桂。我不是吴三桂，我是露露，我是露露。谢谢谢谢知谦哥哥，谢谢知谦哥哥的么么哒，谢谢送我礼物的宝宝，感谢。好，我们来选一下下面的歌，摩托摇。你不觉得这个衣服不太适合摩托摇吗？不觉得这个衣服不太适合摩托摇吗？对吧？他衣服没认出来。对，我就是刚刚上上个麦序的主播，然后呢，那个是我的姐姐，那个是我表姐，然后我是她表妹，因为她已经累趴下了，现在换我了，我叫静静。你跳的就适合，嗯，看我跳。然后我们开始选一下下面的舞蹈。刚刚那个是23岁，这个是18岁。谢谢之前哥哥，感谢。然后第二首歌《泪流》，你表姐一定叫安安，我表姐叫露露，我叫静静。第二个《泪流》，第三个《春姑娘》，大家选一下第二个和第三个，第二个和第三个大家选一下，我开始截屏了。是我表姐好看还是我好看？算了，还是等一下问吧。我们先选一下舞蹈，第二个和第三个哟。我开始截屏了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。好，第二个是吗？第二个是泪流。好的，那我们先跳这个。我刚刚听到有人说我表姐，好吧，我们两个人风格不一样，我不跟他争。我们就先跳第二个。哦，对，还有一个就是屏幕，我们屏幕的这边是五星午休 Happy 天的预约，然后屏幕的这边是我们麦序上的宝宝，一号麦梦露，二号麦若飞，三号麦 V 宝，然后屏幕的这边是我们的直播时通知的位置，还有打卡点心的位置，直播时通知一定要加入一下哟。三，选到了第二个妖风哥哥，妖风哥哥你有点扣慢了。好，我们开始跳舞啦。
感谢知心哥哥的六六，谢谢其他宝宝的礼物，谢谢你们的六六。圈内内的主播，圈内内都穿了内内啊，其实我里面穿的不，这次不是万恶的打底裤，这次是万恶的打底裤加上万恶的打底裙，不是好主播是吗？我觉得不邀请你们点关注的主播，不邀请你们打个点心的主播才不是好主播呢。厉害了，歌名是什么？这首歌还是我刚刚跳的那个歌，反正我是看到了是吗？里面有不仅有打底裤还有打底裙，反正有很多。你们可能看上去我只穿了一件，但其实我穿了一二三四五好几件，红色的是吗？不会的，今年我不是本命年，我不会穿红色的，我不行了兄弟们。那你歇会儿，你歇会儿。谢谢大家的星星，感谢宝宝们的星星，你们太棒了，爱你们。全是透明的，它是看似透明但其实不透明，它是这样子的。你们的视觉效果可能是若隐若现，但其实它一点都不透明。歌名能发我一下吗？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首歌，如果你说的这首歌，如果你说的是这首歌的话，它叫 Give to me， 给你截图看一下。这首歌的话叫 Give to me， 我刚刚跳的那个歌叫泪流，刚刚那个跳的是孙丹飞的泪流，第二个这个是 Give to me。好，然后我们来跳最后一个舞了，我们跳最后一个舞，主播休息会儿吧，主播刚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休息了。怎么看不到视频？你可能卡了，你重新进一下。还有一分，还有五十几秒，来我们赶紧的。我看看最后一个歌名啊，这个歌名是这个，好快呀，我觉得与你们相处的时光是那么的快。感谢。